有三排。一百，一百啊，那就你吧，啊，走吧。安不安全？哎呀，绝对安全！我带你去没人的地方。是啊，我怕熟人，哎、因为我第一次看。小姑娘、啊，很紧张。熟什么人？做多了就慢慢习惯了。哎呀，走吧。要不要扶你？哎，扶我一下。不扶吧，你自己到没人的地方先。哎呀，丢脸吗？这个张小燕，臭八婆，咬了是场一百。是啊，真的是跟一个老头真的是还杠上。哎，明天我们三十也干了。哎呀，小姑娘，走吧。哎呀，大叔。啊，大爷。哎，到没有啊？哎呀，转两个弯就到了，小姑娘啊。毛要猴急呀、啊！你比我这老人家都要急呀、啊！不是，我想快点做完好回去。哎呀，快点，快的啦！哎呀，快点啦！哎呀，姑娘，到了，到了，这里呀、啊！啊，这里人比较少啊。哎，那行，我敲门了啊！嗯、啊，你要听我的指示。可以，可以。啊，朱老板。朱老板，哎哎，金叔，哎，哎呀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哎呀，我以为你不在家，今天下雨没风。我不是水晶现在很忙吗？你是出了名的，哎，没太工啊，做了几十年了。对呀、啊，您有略有耳闻呐、啊。是啊，怎么今天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说没太工吗、啊？我了解你，至今还单身呐、啊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今天特意带个美女给你相思相思。不是，你看就看，你别动手。先别动手，合适再说吧。你看合适，哎，合适，合适吗？真的合适。哎，丁叔啊，啊，你有办法的，今天晚上就安排在这里过夜，好吧？哎呀，等一下啊，小姑娘啊，你听我安排啊。不行。等下就回去啦。行，等下就回去，就回去，你听我安排吧。什么安排？知道没有？不行。行的啦。哦，等一下就。你意思说先假装答应啦？对呀、啊。哦，这个啊。才一百。行。阿朱啊，阿朱呢？哎，这里。哦，是这里呀、啊。这么说，刚才这位美女也跟我说啦。说你人长得两表人才啊，不止一表人才，据说有眼光，喜欢你哦。你是大老板是吧？有眼光啊！哎，那喜欢你，你怎么样？你喜欢他吗？一看我就很喜欢啊，喜欢就可以了。不过今天他暂时不能待在你家哦，要回去一趟。哎呀，妈，进来坐下。他妈妈刚才来电了。要他回去，啊、我妈要买东西回去急用啊。是啊，这样子啊，嗯、明天我再带他过来。哎呀，是啊，怎么样？喜欢也不着急一时。啊、我明天，明天8:08吧。明天他带过来。金叔啊，我对他很有感觉，很喜欢你。那你放心，明天你一定要给我带过来、啊。那你放心，凭金叔在这个村的那个口碑呀、啊。错不了的，包成。那金叔要怎么走这个？哎呀，路你先给个立规吧，红包啊，给的越多啊，这位美女就认为你爱她就爱得越深，明白不？知道。哎呀，那你们赶着回去啊？啊，是啊，他妈叫他买点东西回去，过一下夜先吧。过什么夜？我在。包在我身上。哎呀，那行吧，金叔、给金叔的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好吧。哎呦，明天再摸吧。来，不是，什么明天再摸？啊、明天怎么？明天先吧。那我明天下午去等你啊。哎，走吧，下午去等你啊。可以了，哇，可以了。哎呀，有金叔为你做主，您放心啊。那行啊，啊，金叔，劳烦你大老人家安排。好的。哎呦，好的。哎呀。哎，美女呢？美女在这边呢、啊。走、啊，再见啊，金叔。拜拜。哎呀，这个金叔做了几十年的媒了，就是给我找一个这么标志的，看来这个婚事要成了。哎呀。
煮饭吃。哎呀，美女呀、啊，你把那钱拿过来给我。怎么拿过来？刚刚那个朱老板给我的。给你，他也是我的。我什么是你的？我他给我的就是给我的。大爷，我请你来工作的，只是给你100。可是你请我工作，给我工钱、哎，这个也是我的。哎呀，你拿100就可以啦，快点来。你看我这么老的份上，我也不容易啊。你这么老，你还干这种事情？哎呀，这个不是年关了吗？年关你不能干这种事情啊！哎，我也要生活啊！哎，给你100吧，好吧？真的是。哎呀，哎，小姑娘啊，嗯，谢谢你了，我们再去下一家啊。还去呀、啊？那不还去？刚刚看你都去了。五家啦 那我请你一天了嘛，一天一百、啊、你明明就是带我去偷蒙拐骗，这个是你情我愿啊，可是你就是打着相亲的幌子去带我去骗人家啊，别管这些了，走吧啊，走吧，我们在那边也有一家，我不去了、哎、你去吧、哎、你这个老头子，你怎么不讲信用啊，哎哎，美女给我回来，哎呀，那个老头子没想到这么坏，他亲眼带我去干这种事情。还有我表姐也是，我都没出来打过工，我第一次出来打工，还说很轻松的，原来是专门去骗人家那个没钱。现在临近年关了，这些人就很多人就打着这个幌子，专门去找那些女孩子去。骗了这家 一天找十几家骗，专门骗钱。哎呦，那个老头子，他肯定是专业的，不行。哎呦，我还是报警把他抓了吧，要不然以免再多人上当受骗，我也去坦白。刚刚我也有份。喂，110啊，就在那个桂南路那里，那个金龙门那条街那里，有一个老头子，专门去。找那些女孩子去骗人家没钱，哦，你们过来把他抓了吧。好、哦，我也去派出所去坦白吧。啊、哦，行行行，我是被骗去的，我现在知错了，悔改。好。